咱有四遍，四遍的时吼，第一遍的时吼，较侪人因为初次的时候，哦，迄阵足寒，天足冷，啊，拢总四遍的时候，我甲统计对起数字，四遍内底有220名交5000块，吼、哦，220名交5000块，啊，当然咱内底有一款的，同心是讲，哦，同住就是。咱只同心吼，来一寡呢连续吼，四界拢来啊，第二遍、第三遍、第四遍，交3000的吼，咱交3000的人数吼，我来袂少吼，我来袂少，我只来统计，交出一个简单的统计表。有35个人，吼、哦，另外就是来工的吼，第三天来的吼，有64个人。啊，普通按拜五暗时啊吼，诶，人也较少。啊，但是明仔载第二天拜六就较侪人来，因为人定要咧上班就无方便赶到位安尼。啊，另外就是讲也有人第三天来，不过这边因为。Mother's Day， 母亲节吼，有人打电话讲，哎呦，啊母亲节呢，啊无方便来，安尼吼，就讲无方便来啦吼。啊，当然我讲，也是真无方便，就不勉强吼。啊，因为这个，咱的，迄个安排都安排安尼，啊，就尽量会当来就来参与，安尼吼比较上太热络吼，太讲讲较闹热。啊！大家拢知讲，咱来遮集会，来遮参加研习会，哦，当然是要来了解咱法律建国、建国会的这个论述啦，啊，我是论述。相信真侪人拢已经有多少破化听过一部分，但是来这个所在来上课了，要靠一个完整的。讲靠一个完整的这个了解安尼，吼、哦、啊，咱嘛希望讲将来联席会到某种的程度，咱将来要办这个办咱像个训练班吼、哦，我的理想也是构想就讲，将来应该是那像一期，啊有3个月连续的，啊一礼拜来上一天的，吼、哦、像即摆咱的李登辉学校里头，吼、哦，爱生是。拜六礼拜拢上，啊，咱嘛免遐日积讲啊，拜六礼拜拢无迄份，咱就是拜六来上一天的时吼，会当有一个一系列、一系列迄款的课程吼。那是讲来讲，有关政治经济、经济的问题，讲那个公共的这个政策的问题，哦，因为公共行政的问题足复杂啦吼，啊，大家讲变啊变预算，变啊去创人事，有关这。做一个政府的迄个，主要干部吼，政府官员的干部吼，爱所办的物件、遮物件吼，将来可能爱有一个系统来做这个来上这个课。啊，因为吼，你组织一个政府，事实上拢爱有相当的这个安排，吼、哦，就是很简单讲，咱不然讲啊，咱有政权的时，咱就当话这政治好，我话是无遐简单。但是讲钱要安怎来，哦，这就大问题。不然钱随便安怎安排，啊，这也是问题。啊，咱拢知影，共党伊来到台湾的时阵，伊用军事统治，哦，不然大家台湾人拢真惊遐嘛，足济咱的顶一辈，哦，头一辈，即摆来。到80-90岁，食百岁、百出头岁，这人拢死去遮。早期伫50-60年前，拢唔敢讲话嘛。人讲噤若寒蝉，用高压的通知，哦，甲你枪杀，甲你抓去关，哦，啊，甲你刑，安尼，互你安尼，足惊吓的。啊，所以咱像阮细汉的时，拢嘛讲，你啊人有嘴无耳啦，啊，你就听到，听到。未使你讲啥，吼、哦！啊，若有啥物代志，较
较重要、较大个代志个时吼，因本拢大人都唔敢讲，咱囡仔当然唔知啊。安尼延续落来个时阵啊，煞乎咱一般本土台湾人拢想讲，国民党来统治台湾个正当性，吼、哦，安尼少数人会去怀疑，哦，少数人去怀疑，啊，然后会去感觉讲，国民党这套教育就是咧甲咱洗脑。要安怎尽量来甲避免这里的洗脑？我算较少年的时候，我就较甲人较无同款。我十七岁、十八岁时候我就开始读政治学。迄阵我开始读政治学，啊，上初的时候我嘛要讲讲对阮老爸，哦，要读三民主义，我嘛咧读三民主义。我孙中山的缘故，我拢看了了，看了了，我讲，囡仔。国民党大概拢讲，所以伊要实施这个三民主义，但伊所作所为甲三民主义所写拢无共款。我就开始怀疑这无共款，就是讲专门咧骗人。啊，我嘛怀疑讲，啊，啥中国较大，啊，你国民党既然讲你做啊足好诶，拢讲你做啊足好诶，啊，你若做啊足好诶，啥中国人甲你不听话，甲你赶出去，你才走啊台湾来。你若是做了好，你一定伫遐得到人诶拥戴，你一定讲啊一直做落去啊。那讲就爱逃走来个台湾，我感觉讲伊是逃走嘞。哦，伊讲做转进啦、逃难啦、啊，伊哩文章内底，早期我就爱看什么自由中国啦。哦，会开始就哩看自由中国，啊，拢去旧时代。啊，迄阵中华，我读中华的，蒋先生甲蒋中吼，啊，即款若下过了有用吼，啊，就走去旧时代去贡献贡献。啊，足侪自由中国就现讲，啊，因内底写讲，啊，咱就逃难对遮来。啊，我想，啊，恁若讲真正做啊足好诶，是安尼，都爱逃难甲台湾来甲咱争，甲咱台湾在争，啊，而且来个遮，搁再啊，无去检讨，吼，啊，我看迄内底文章讲，啊，咱失去中国大陆，啊，咱就爱检讨，啊，啥来个遮，搁无检讨，也是对咱诶人民，一般诶人民用压迫诶方式，嘛无用民主诶方式。常常有讲，我要实施民主，我是民主阵营的中间一份子，但是所作所为拢违反民主，拢是独裁的嘛，拢是独裁啊！甲咱变讲哦，就是军政啦、啊、训政啦、啊、军政啦、啊、训政啦、啊，最后这宪政安尼，用这个阶段论甲咱骗甲无糊，啊，互咱感觉讲，伊来统治台湾人有迄个正当性，哦，所以我有一点啊早熟，哦，不过迄当时我就已经。真了解讲，哦，我是哪，拢用军情吼，入学校咧控制咧，吼，咧美其名讲咧辅导学生，啊，实际上是咧控制咱的思想，控制咱的行为嘛，吼、哦，啊，另外就讲，我所看，我读中商的时吼，足侪一流的老师，拢台湾人，好的优秀的老师拢台，拢留级咧，拢留级咧，不管是教历史的。教地理的，教统计，我初中就读统计，伊拢讲留级的，哦，什么华西大啦，什么大学，哦，什么大学比较翘多的吼，这个教数学是翘多的，数学迄个班老师陈老师，我只记得第一名，哦，我伊嘛足风趣的啊，哦，人足好个啊，我讲我是京都大学呢，我到尾才知讲，伊参与因为是东创的，哦。爱心啊，真优秀呢！啊，但这人咱拢我都做校长，啊，校长咱拢咱所讲的哦，即摆拢咱讲中国人，校长咱拢中国人在做，不管是校长啦、教务主任啦、训导主任啦，哎，拢中国人在做。是讲啥呢？啊，哪个讲中华呢？啊，这真古怪呢！哦，迄阵我就会去开始怀疑，安尼台湾人地位拢无，啊，即使是讲留级的拢足优秀的哦，啊，你讲看这。做校长的啦，哦，甲做训导主任的，做教务主任的，即拢伫中央台拢是普通的学校，哦，上好的讲华政大学，哦，诶，教阮国文的是华政大学，讲是足优秀，啊，以外拢啊，毛复旦大学啦，吼，诶，迄个王凯，讲咧王凯叫华留生，迄个王凯，就复旦大学就讲话袂歹，哦，但是安尼甲看咧上位中间，真济迄个外省的，就是讲中国人的老师吼。功课吼，拢照起念的啦，历史嘛照起念的啦，地理也照起念的啦吼。啊，就一课头念到尾，安讲结束，安讲来教了。啊，你若三问你敢问吼，伊啥拢无的，吼，
啥拢无伊嘛，乌白山乌白山安尼。啊，高中诶时代有一个国文老师吼，即摆拢叫人咧背册，啊，即叫人去头前背册，伊即伊册起安尼看，啊，就哪读古，哪读古，吼、哦。啊，听讲吼，伊诶学历是假，学历是假，吼、哦。啊，解释也解释未清楚，啊，暗时啊拢咧拍麻将。即款诶老师变安怎讲，会教出好诶学生，完全是咱家己认真啦。老实讲，我是足认真，我伫初中就还是足认真，吼、哦。啊，入去高中嘛，足认真，吼、哦，啊，就读足侪册，啊，就开始，啊，否定中华民国在台湾的正当性。啊，我要去去找看理由哦，我要啊去找理由，讲伊的正当性不正当，吼、哦，啊，看来看去，看足侪册，变来去，拢找无正面，找无正面，一直到入去到台大，嘛是无。台大遐老师大部分拢。中国人嘛，哦，都讲中国人，啊，所以你要甲问遮，咱拢中国人嘛，哦，袂使怀疑，袂使有台独的主张。学研究所时嘛，甲同款，学研究所时甲接触到像李廷辉这款的较优秀的老师。啊，这个问题吼，怀疑中华民国统一台湾正当性，这个问题一直放在脑海中，一直放在脑海中，拢无答案。所以吼、哦，我一开始，高中时代到关咧就讲入去国民党发落来，做兵考入大学，落来入去情况下做兵，吼、哦，做两个月个，哦，全年拢爱加入，我嘛唔加入，最后全年拢入去干剩两个一个屏东农庄咧，啊我吼、哦，我迄阵已经读足侪法律个册，所以我就以我个自传内底写讲，我读为什么？有关法律的物件，我去参加司法官的开，伊迄检验考试已经通过啦，剩三个无通过。哦，啊，我一个也拄伫台中做律师，我一个也拄伫日本做律师。因为我想讲，我若歹家己，我毋当一定互骗的啊。结果，因看了我这物件，伊毋敢甲我骗。因拢怎呢吼？你操练了后休困的时，伊就爱搁加操练啊。啊，到尾吼，伊苦苦支持，怎去办？我都免操练，我轮流我，毋敢甲我骗，毋敢来。但是讲，伊暗时的时阵吼。啊！你当咧困的时候，迄个排长，我有四排嘛，四个排长轮流找我去讲，伊讲，哎，托你啦，你著签一个名就好啦，你但我要签一个名就好，我嘛是我。已经最后，已经真无法度，我诚实吼，会干焦干咧暗时啊，即排长四个讲了过后，我来换班长出名啊，班长一个佫出来找我讲，讲你著家己讲，拄外好拄外好啦，安那拄安那吼。讲问我，伊讲侬无了解，迄三水我嘛无了解。我吼，我无法度参加国民党，我袂使。吼、哦，啊，迄时我无办法。嘿，连长吼，你召会时阵啊，公开面咧，那个台大政治系，伊怎我可以台大政治系？因为我一直要做政论家。那个台大政治系的不加入国民党是要搞革命，是不是？啊，毋是听别人讲话。哦，专业来，从我一个名。哦，那个台大政治系的，哦，那个考上台大政治系的，哦，不加入国民党是要搞革命，是不是？我把他激动到，我袂操伊。他但迄辅导长做袂来，拢歪出面，啊，我拢歪讲话，就是各只排长啦、班长啦，一直催我，红一直催我，大家困啊，我就一直甲伊讲输我，嘛，那我没办法，啊，最后毋知。唔知影迄边可能吼，你起笑啊，足歹就对啦。啊，可能对迄个排长可能衰啊哩。伊拢一个，叫做林义雄，毋是咱迄、那个，迄、那个宜兰迄个，是阮彰化县溪州的一、那个一个产粮业务，吼、哦，伊是迄个专销班处，就甲讲，你讲的拢对啦，哦，你讲的拢对啦。但是吼、哦，拜托，你若无加入吼，阮都全爱过去。你都吼签一个名，拢卖去宣誓哦，加入这个国民党，拢卖去，啊你嘛免出关线，啊这个名签了了，你去任何所在，你拢毋是国民党党员，但是这个所在你签袂到，变这个咱这个情况下来，一家一个党员安尼尔，后摆你拢做就卖差不多，啊，我想吼，因为安遮可怜啊，我怎啊去签我的名，签三字，啊我这是本来就关于国民党。
我讲我变做反对国民党，国民党当完，我是安尼反对国民党。阮家甲即摆伊墙了拢留着，一个墙了破坏，两三个人咧行拢会通。结果阮的记者是一个富豪劣绅，是因为三千五建筑才开始有土地，啊是国民党换人的，一个串流，真棒，真棒。啊，刚才讲做这条路一半伊的，啊，只起厝的时候，起一半，互你吼，我拄仔要顶下过身吼，起来过去，足侪人入去迄个巷仔路拢受伤。我讲，做一个船长，啊，佫讲讲官员一干干伫倒饮酒，暗时啊吼，咱咧困到共吵架呢，你知无？咱就足袂爽快。啊，结果的是占用这个土地，占用大家咧行的这个公用的道路，你知无？我后壁讲。莫讲这份的土地，啊，莫讲恁的土地，咱就大家拢互大家行。这条路已经互行过来十档啊！你只要简单讲，要是你的，你起一半，用一半土地去起厝，你才是起落先。嘿，人要行就无方便了。啊，但伊渐渐就要起落，毋是干来阮这边起，伊另外迄边头，阮是北边，伊是南边的。南边伊嘛一条路共封起来，无人骂甲臭头。啊，所以我讲，这款的土地，你算是国民党所使用的，我对国民党印象都歹，对遐开始。少年人靠正义感，所以就诶满腹的愤慨，啊就对国民党印象就坏，对下来。啊，我咧讲，感觉国民党的不迄个正当性有问题，但是长期拢找无答案。啊，2007年，看到咱林秘书长迄本美军占领的台湾，我按头看过，啊，我。已经找过了十单啊！吼、哦，对，高一、高二开始就咧找这个问题的答案，拢找无答案。吼、哦，去到美国嘛是同款啊，啥无啊？就是去到美国的时，你所看到上计是看到经济，台湾的经济，我看出个台湾的经济，即要发展讲蒋介石这个插头，蒋介石就是暗杀团的，吼、哦、的人，吼、哦、这个。那迄个头先连上提一个讲，叫哦一篇文章写讲，伊是支那暗杀团，哦毋是中国，是支那暗杀团，是孙中山写哦，成立一个支那暗杀团，伊中间就是蒋介石，伊是暗杀团的成员，伊去暗杀陶成章，啊是啥物暗杀陶成章？陶成章就是讲孙中山伫武汉中间，把钱摕去开杂务，啊摕钱家己开下去安尼。陶成章是安尼甲批评尔，啊，就叫蒋介石去甲开枪啊，炮死。哦，这件代志历史上有写迄个海外迄个册嘛，拢记录。哦，讲蒋介石是一看呢，罗马出身的嘛，我过来来台湾的时候嘛无半片。哦，独裁嘛，咱大家拢足痛恨，就是讲伊足独裁。当然啦，有个人哦，是伊先闹讲，人伊嘛有贡献呢，哦，啊，人伊嘛有搬黄金来台湾呢。大家来冲清楚，伊甲伫共产党相拍的时阵，杜鲁门总统赔10亿美元，这十亿美元来甲中国的时阵，7亿走等于广东银行，是因蒋宋家族安尼管广东银行，孔祥熙甲宋教仁因迄个两个家族，就是因开广东银行的时阵，用这10亿来有7亿换迄个所在。王一峰那些三个提来去打共产党的，宋氏王朝叫宋代那时的历史写得足清楚的。希伯勒是一个历史学家，伊也是无历史的根据笔写这个物件。所以阮这伫台湾哦，人咧讲希伯勒写一本宋氏王朝的时阵哦，伊台湾马上禁止，啊，但是翻译到中文嘛，伊台湾真紧就去用禁掉的。然后去到美国时哦，咱这个台湾同乡会都拢咧卖这个书。啊！你家己来看，就真清楚。哦，希伯勒写足清楚的讲，杜鲁门公开讲，他们都是贼，有几块就集团拢是贼，拢是贼。这个贼性伫中国安尼，来到台湾嘛，同款无改变。哦，啊，我想真好运啦吼，我会当看到 Roger 啊，咱秘书长林秘书长的一份材料，我只安尼豁然开朗，啊，我足欢喜。中华裔啊，虽然甲伊无熟识，嘛对伊足敬仰的吼。啊，迄年拄好阮太太伫师范大学一个战略研究所开美中台关系，吼、哦，阮太太讲，敢要去开迄个课，叫我开迄个课，
有无紧啊？你若无在上，我来上啊！我用这本册在来上，到哈啦啦叫嘞，吼、哦！啊，叫阮太太讲，歹势啊！啊，伊就叫我去，我去就好。我你去也同款，这本册嘛是爱当作研究生的必读的必读的参考书啦，吼、哦！安尼，啊，我再来我所读的内容啊，阮太太讲，啊，阮太太讲，因为讲起来吼，伊拢要接触这物件拢缘分。阮太太到我熟识结婚半年，阮就结婚啦。啊，所以我无了解伊啊变啦吼，啊怎啊就娶你啦？诶，我娶无我哩，做善做善，啊我若要娶死伊吼，大家看到阮兜惊咧，无人敢叫阮，我是水人，是水人，我无要查囡人嫁伊吼，你若要娶死伊，佫跋筊，爱跋筊佫娶死伊安尼吼，啊生到无人，啊所以也无人敢叫我哩噻。阮太太有影，就叫赛狗，伊啊叫叫了袂灵验，袂灵验。诶，我讲袂灵验，我细汉哩就伫因兜哩袂灵验啊。伊应当安尼袂灵验啊！哦，我讲，叫我先，我就嘛真单纯，我也无对伊的政治态度观念拢无无。有时间你甲我讲讲，哦，那时候哦，这个，总统蒋公哦过世的时候，我们全班都去慈湖看，去慈湖这个哦夜营呢。我讲有啥好看？因为我们去了以后哦，因为那个哀乐很听起来很难过，大家都哭起来，我也哭着。我也过来在你底下哭，我来喘。我去杀人魔王，你伫遐哭啥？你若讲死，伊都无哭啊！你八人死就死啊！迄死有余辜，你搁伫遐哭啊！我连看我也看，我来甲讲咧。啊，但是阮太太有咧变，啊，阮一寡迄个教授，三四个、四五个哦，不三时特别聚会，啊，一回心拢咧讲政治，拢咧回讲到。阮太太保如如木山，保如木山，哦，就是较了解。哦，哎，我想，我那较早拢遐戆戆戆戆啊，叫骗你死啊！哦，拢想咱拢中国人诶吼，是安尼，国民党偌好拄偌好呢，吼、哦，有改变。啊，是后阮再来去总统府去对李小莲做伊秘书做活动话，哦，比较了解，比看比较侪，哦，整个伊个视野拢足开阔。我若甲讲，伊之前在做嘛，看你看你，很多别人请我吼，你看见来之前说，看你看你。换一些，我拢免做家事，我拢免来吃，哦，好去去去，啊，我拢免走去做田哦，感觉较辛苦，哦，感觉较辛苦，啊，我免来吃，我免吃苦，这代志重要，哦，所以各位爱顾稳起来，讲落免来吃，我免话，无所谓啊，爱我吃，哦，那讲落免来吃，爱我吃，讲五千、三千，哦，伊就讲补贴这里啊。哦，那我不是的啦，那我不是的，哦，变做安尼就有意思的。我太太哦，讲讲，我所了解哦，就要给他看你，哦，台湾的庙求过来看你这个团体，哦，我嘛甲讲，我讲，这经过哦法律的诉讼，那你官人经过法律的诉讼，你一定爱执行的先，你该当赔你就爱赔，该当关就爱关嘛，即摆美国同款。哦，美国一个法治国家，即法律因为国法律诉讼的时候是必认定的啦。哦，美国法院认定，美国政府嘛就要照做就对啦。所以讲这条路行是对的。哦，啊，有这条路来行哦，我感觉讲，咱哦，不是讲咱就会放心啦，咱就会努力啦。就讲、是，既然这条路是行对的，那是讲咱人一个方向找对的，自然就努力以赴，啊，就有成果，那是希望的。啊，这个时间上哦，我感觉讲台湾的危机目前真大、真严重。时间上哦，咱提这个论述出来，大部分的人拢会当甲咱接受，会当接受，哦，会当接受。会当接受原因是啥呢？因为马英九起来了，签一号以后，啊，中国甲北京哦，非常非常的靠近，因差不多哦，有咧进行这秘密啦。我的感觉啦，去年七月初到，我第二遍去中国，哦，我第一遍是去北京去，1994年的哦，3月先去北京做访问啊，去国家体制改革委员会去请教遐官员，哦，要了解讲因的改革甲开放的进程，哦，啊，甲咱这边甲中国中间的这个交流的一问题，要安怎来？做较圆满安尼，哦，啊，这个计划是陆委会委托的，哦，
吼，啊，阮是摕即个收入，吼，来回机票啦、生活费拢甲咱负担，啊，然后咱去甲伊一条讨论，讨论了，啊，写出文章，写出报告，我同意，同意做参考。你是第一遍去，啊，第一遍去的时候，我伫北京是拄着做一乞食，乞丐，乞食规定啊，对规定啊，我突然唔知呢。哦、我要去动心动力旅游啊！你吼，哎，后边一直推，我心里想，哦，果然动心动力都有名嘛。我来甲迄个培训，迄个中国人讲，哦，我动心动力一定是哦真有名，所以我后边对规定拢要来买咱的来动心动力旅游啊！你，你唔是唔是？哦，迄种要分钱啊！你千万唔能分钱啊！你只分一个人啊，所有人拢爱钱啊！哦，另外一个北京。哦，1994年，哦，革命过了十多年时，去吃几堆就对了。哦，还是第一遍去。16年后，我五年去的时候，去参加北方大学台湾研究院成立30周年，过去叫台湾研究所成立30周年哦。啊，成立30周年，本来我无想要去，啊是迄个北方大学写一张批给阮太太讲，请你吼、哦、来写一篇文章。来甲阮报告安尼，有关这个咱个海西哦，海西经济区啊，海西经济地区就是讲福建哦，甲浙江这部分的这个海西经济特区的问题变啊，来创好安尼。阮太太讲，我无啥想要去的，我去哦，用去要创啥？我去观察者，去了解最近以来中国啊在创啥事。所以中国就讲，这边的中国甲那边的中国，你创什么？哦，谈判就对啦。你无去边来了解？我来讲，啊，无你干咩搞去？讲，咱袂使，用我见啊。比如吼，迄个，咱两个文章徛名徛做伙，咱两个去参加这个会议，以学者的身份去参加会议，啊，咱来了解到底两岸中国人的创新。一去的时候，我看了安吉秋。第二代领，哦，咱台湾去的贵宾贵客啊，哦，还是柯信良有啦吼，洪基昌啦吼，啊，甲过去迄个李登辉做总统的时阵，迄个总统府的副秘书长迄个，一手我袂记名，烟头啊，迄个吼，副秘书长迄个，伊三四个，啊，甲迄个曹兴诚。曹先生，曹先生，坐伫贵宾室面顶，哦，规排参一挂北京落来遐大官，哦，而且这个开幕大会结束了，就分组来讨论。啊，我是参加经济发展组的，啊，我吼听起来吼，我听听我上去来了解讲，政治组咧创啥，文史组咧创啥，原来政治组就咧谈讲啥，两岸政治互信机制，两岸政治互信机制。啊！我一听军事说的，共产党的兵啊，将军，啊，台湾退伍的将军，台湾顶个将军五六个、七八个，安尼斗阵做伙开一个军事互信的机制，两岸军事互信机制。听起来有名啊！哦，也政治互信机制讲，两岸应该要签什么和平协定？哦，两岸。另外，就讲军事互信机制是讲啥？讲两岸的军队要联合起来打美国，安尼。我本来讲我太讲，我今日听到这吼，请进来讲吼，你去讲这话，可是台湾去的将领呢，退休的将领呢，我随便来随下一个简单的报告给你，多一个中将，多一个少将，多一个上校，哦。去迄个所在，你讲，伊会讲台湾的叫国军就对啦，要参共产党的迄个解放军要合作起来，要一致来对付美国。哦，我感觉这是大问题啊！我甲阮太太讲，咱这边来有收获，因为咱了解讲这个严重性。啊，但是吼、哦，我感觉 CIA 一定往落去。啊，所以吼、哦，因为有一挂记者，我无啥识的话吼。哎，台湾去嘛，台湾派的吼。啊，阿先摕到这资料先。七月顶来，
或者来写军事互信、甲政治互信，啊，背后都无个，严格拢无讲。我是认为讲啦，推测啦，推测讲，美国方面一定是马英九死啦，袂使阁讲个。哦，马英九伊身边也有一挂伊中国人个学者，内台、政台，一直咧，一直咧谈这个和平协定啦、军事互信啦，哦，拢一直咧。可能这个所在，去年八九月也是，啊七八月也是，哦，啊但是可能是美国慢慢又经过，哦，所以说报纸拢无写，无讲，电视台一定也无咧去讲这，这真明显。可见讲台湾吼，咱若是唔是美国甲咱派掉的吼，因两个相互之差，咱台湾人就丢出去，是甲这个危险的程度，哦，会使讲好啊在。咱有美国派的，所以咱今日若真正要行出咱台湾自治甲建国这条路，一定爱靠外力。足侪人，大家都唔敢当面啦啦，哦，因为唔是五十年前三 PP 哦，都安尼靠人生活，即个咱大家拢真好个啊，啊，然后咱嘛拢一流的人才，哦，伫各方面各领域哦，拢已经真出色个表现啦。好像这边的新山发瑞士的方面展啊，或者人提了金牌啦，或者人提了。金牌啊，提单牌，有诶无咩吧？咱能够考虑无？讲即款诶讲话，哦，不拢是独派诶吼，哦，不拢是迄个民进党一寡有头有面诶人诶吼，是解我去上上路遐济啦，我毋去遐讲咱诶物件诶。因为即道通，即道通诶，咱诶，咱都是要考虑过啊。讲会说啊，我拢叫来说，上上路嘿。啊，哎，因为姚家伟是我的学长，阮张三的学长，我叫阿叔阿大嫂大嫂，讲大嫂，那无必要派兵给咱帮忙哦，用弓炸落去外面，炸落去外咱亲门踏户来到咱内边，就是美国派兵给台湾保护掉嘞，所以才我多几万嘞，我一在炸的时，八八水灾时，伊就派兵来了，我甲你美其名为救灾。啊！来了救灾，了就完蛋去，看你变怎做？到时你吃不完兜着走，是严重到这个程度呢？哦，我安尼甲讲啊，所以你要看马英九当选了的时，伊的行动、伊的动作、伊的政策，拢极度轻松。特别是这经济，现在台湾经济吼，现在拢无感的复苏，咱无感觉，大部分人拢要真艰苦啊。因为伊极度轻松的时，咱资金一直流出，哦，去年。资金外流去中国的120亿左右啊，哦，啊外资来吼，连都减少两成啦，比前年较减少。伊想签一国以后，外资会来较济，税上减少。啊，伊想咱来签一国以后，咱的台湾的资金会较少流去中国，结果有时连都较济，甲伊过去的推测完全拢相反，哦，所以台湾的经济会哪来哪困难，哦。那也难困难，所以我安尼伫庄脚走总哦，看足侪人无头路。啊，我拢鼓励少年讲，你若是无头路哦，去做菜，去学做菜，就是去用请，都去用请哦，去拢无半技术，都去用请做菜的时，一工一千块你就爱做。因啥？你做咱若是手的时哦，像阮遐种奇怪的时，拢需要人修正。你讲修正这个奇怪的时哦，你若是师傅是2500啦。啊，你若是吼，有一段时间是1500起算的，1000会当起到1500，啊，过来起到2000，过来2500师傅工，师傅工2500算上俗的啊。你若是长尾甲引进吼，师傅工4000、5000，甚至6000、7000，较悬的。啊，好讲你少年就去学这，吼，啊，是吼，有一个技术，将来你家己嘛会当买一点菜，啊，往进往出，往进往出，啊，有闲就去人做工，吼，家己产也买，做家己产的工作。我就是我，哦，用因那个退休的钱，我就已经在咧做产啊，哦，有闲的时阵不干咧产，我当然嘛想做工啊，哦，但是我若真正无头路无收入的时，我就啷样做工啊？我就迄个工作经验，我啷对1000块开始赚起啊，无差，所以我鼓励遮少年，一定要接受的，因咱即款哦，农村拢欠钱的，啊，但是足侪人都是失业，唔愿定做产，唔愿去做这个。农耕的技术，所以渐渐咱农耕技术就会流失，都不使。哦，这是讲对经济来讲，
政治来讲，大家拢知，真正足惊吓嘛，真正足惊吓。二十八迄天，李秀莲讲要宣布伊要选总统，选参加初选嘛。啊，我二七我等于二十岁，啊，我迄早透早，二八透早我就参这个欢迎地区哦，一台游览车起来四十人。啊，是主持者，就是讲啊，叫大家来唱歌，啊，唱歌不要讲无精神安尼，啊，啥人无精神？一个和尚讲啊，干那烦恼。刚才烦恼台湾钓咧金龟啊吼，都无心情啊，困袂去吼，啊都无心情来唱歌了。啊，伊就一直讲，台湾都钓咧金龟，咱搁唱啥物歌啊？吼，啊，所以才讲，无咱安尼啦，请蔡教授吼，起来甲咱讲几句啊话啦。吼，就台湾咧规矩来讲几句，我就讲话尔。吼，我就叫咱所了解讲啊，六月二九签约法，六月三十太阳美军舰队就入来做赢嘛。啊，即回去。太阳迄个美国的空军哦，就来进驻这个千年岗基地。对下讲起讲一点钟，因大家讲哇，唔捌听过呢，我唔捌听过呢。啊，讲哦，变讲甲迄个林泉讲，哦，我听初是讲讲哦，讲足精彩呢。当时请来演讲，哦，也是讲啥，咱的论述会当安大家心，但安大家心是无够，咱一定爱做成绩出来，做好大家。要较放心、哦、所以这是咱今日而且参加研习会，哦，接受一个系统的这个论述的这个洗礼，安尼是大家有一个共识，产生一个共识，然后咱定义了，哦，继续传播咱这个福音啦，和所有咱的哦，出去头尾来了解，而且咱也希望讲，会当吸引一挂哦，有关这方面对这方面有关心的，对台湾未来有关心的哦。对咱的前途有咧哦，用心思考的人，拢来参加咱这个团体，来接受这个研习会，啊来帮忙。因为吼，少数人要做代志也是困难，咱需要足济人才。咱要建设这个国家，需要足济有新观念的人才。现处是毋是讲，即个政府内底官员无人才？有，但即个政府内底官员，因为伊经过高考甲普考的时阵哦，头壳拢比足济国民党会使。拢足是错误的观念，咱即就爱来改变。要安做这改变，就需要靠大家努力。吼、哦，啊，因为时间有限，所以我讲到这个所在，今仔日的开幕致辞就到这为止。多谢各位参加，谢谢。今天
都说一下，就他旁边的他把那三楼了那边。我去。